即係再知嗰個普世價值嘅問題。不過而家開放俾大家問問題啊。你講。係。點解即係我講話上個我假設即係我拋啲問題出嚟。上個世紀到今個世紀，無論邊個陣營都好咧，都有一個我唔敢講係咪為咗利益啦，就係為咗推行某啲嘢咧，某啲主義咧，某啲價值咧，就即係不擇手段，其實違反咗原有嗰個手法嘅原有，就係話要一步一步嚟啊嘛，例如即係。民主就可能要靠即係一啲人去即係要靠大多數人去做啲嘢，又唔係靠少數人突然間派啲禮物即係掉呢個民主嘅禮物落去一個地方嗰度去 impose 個民主，或者咧靠打仗嘅方法。咁就算呢個共產嗰陣時咧，都有一套話要分一個一個階段去達到呢個共產主義啊嘛。咁但到後嚟咧，就有啲統治者咧就因為為咗達到目的咧，就甚至連咩原始社會都一步可以透過暴力咧去達到個共產社會。咁呢個係咪人類嘅一個問題？就係咧，佢達到一啲目的咧，係想咧即係。拔苗助長一啲咁嘅嘢咧，而令到嗰個效果咧係好差咧。唔係淨係今個世紀、上個世紀嘅，即係你有人類歷史以嚟咧，就係話即係我會覺得人咧係有一啲有佢好罪性嘅一面啊，好黑暗嘅一面。咁我會覺得人類嘅歷史咧，其實咧就係一個即係話不斷鬥爭嘅歷史嚟㗎嘛嚇，即係大國嘅鬥爭啦嚇，仲有人同自己嘅鬥爭啊各方面。咁人惡嘅鬥爭。係啦係啦。真係㗎。真係㗎。理性與非理性嘅鬥爭。同埋咧，真係日光之下。牟中三就講依樣嘢。佢話人類歷史咧，理性與非理性嘅鬥爭。如果你能夠肯定一個理性。嘅時候咧，就唔會有咁多即係殘酷嘅事，所以我讀下哲學係好嘅，大家即係嗱，好似康德咁講，即係康德就係嗰個義務論啦，即係話目的唔能夠 justify 嘅手段，即係你目的點善都好，我要創造一個全人類和平嘅世界，但係如果你用暴力、用戰爭就唔得啦，嚇目的唔能夠 justify 你依個邪惡嘅手段，嚇，所以。所以哲學唔係冇，到下哲學咧，你就能夠想通啲問題，嚇 ，OK， 嚇。我覺得咧就係咧，其實我哋要呢個世界美好嘅時候咧，我哋首先我哋要保護我哋心中裏頭嘅善，即係去保守自己先，呢個善。嚇。咁咧，即係好似啲燭光咁啊，其實係好脆弱嘅。係啊。善係好脆弱，我都覺得人犯罪好容易，即係做壞事。理性係好脆弱。做好事，即係稍微嘅。係啊，引誘就冇咗㗎啦。你要保守你心中裏頭嘅即係搖晃緊嘅燭光，咁你先可以真係。我本來想同大家唱《自由花》，揾唔到個歌詞。咁你要唱歌。Okay. 我想講咧，即係啲老人家，慢慢嚟一個一個。屋嗰啲嘢咧，我喺十年前咧，美國我成日 U 嗰時咧，係做過一段時間。後尾咧有個議員提出咧，好唔好啊？係不道德嘅案件。係啊，點解啊？唔知啊，誒，我仲諗緊我老嗰時會係咁樣做啊。停曬落嚟。點解唔好啊？美國啲議員好厲害，唔知點解話佢不係一個不道德嘅案件。啊，你問佢將老人家啲佢仲樓個資產去按福利啊，調翻轉嚟。咁解，咁我哋香港加油開始好似執人案件咩嗰啲議案啫嘛，嗯，係咪 recycle 有啲地方已經取消啊，香港又開始做。係啊，即係我覺得香港啲官員咧，你 supermarket 嗰啲大好大嗰啲膠袋任人攞嘅，你自己又節制，香港又咁多。香港啲官員啊，真係唔。其實美國嗰兩個咩防咩防話？不如我哋夾份將6000蚊捐出嚟，捐出嚟，真係㗎，講笑㗎。嗰啲咩房根本就係
即係空頭嚟嘅，冇錯，完全即係嗰個狀態咧就咩啊？係 low job low 啊，即係咩沙務人士都借俾佢嘅，結果最後唔係崩潰曬咯。冇錯，不道德按揭，不道德按揭嚟㗎。low job， 我聽講 low job low asset low 唔知 low 乜嘢。即係我好欣賞你嗰啲，佢啲喺戰爭火焰裏邊講。咁我喺美國嗰時生活過咧，孔喺呢個孔子大廈裏邊有一個有一個執錘嘅像咧，要拆㗎。一定要查美國啲議員都查，後屘有個唔知係嗰啲福建人諗到，佢話呢個係禁毒先鋒，咁就唔拆啦。嗱，你咪係美國人幼稚啊，定係講乜嘢？我真係好好欣賞嘅，即係佢哋真係知錯能改啊！有啲有部分人真係咁。係啊，係啊。仲有咩？你哋有咩分享？繼續。我想問一下咁，譬如話，我就諗到，其實係咪可以即係呢個抵制呢個以色列貨入邊？抵制以色列貨？你香港有幾多以色列貨？嗱，我講起啦，嗱，城大咧同以色列關係好好㗎。以前張信光咧。相信同以色列關係好㗎，佢入面嗰啲保安，以色列全部都以色列國啫嘛。係啊嚇，咁我會覺得咁樣嘅，即係只要咧，我哋真係，我哋首先真係學嗰段嘢話，即係紐伊坎嗰個 video 講就啱要 self knowledge， 我哋唔好無知，我哋要用知識嚟到去武裝自己，咁咧你就起碼唔會做共犯。然之後，你再諗下你啲咩可以做咯嚇。唔係，因為其實以色列本身咁，即係佢要起個圍牆，仲因即係佢話佢自己係因為唔係防止恐怖，即係 defence 嘅國家。因為佢隔離，你睇下佢周邊個國家係 surrounded by country who doesn't want Israel to exist。即係其實佢哋，即係你有伊朗總統話我覺得以色列人存在喺世上係一個相當之大錯，大錯我哋屠殺曬所有以色列。你即係埃及同以色列都係世仇嚟嘅。埃及唔係，埃及佢簽咗個和約。簽和約。有邦交㗎。以色列同埃及就唔係，以色列同巴勒斯坦就係。其實我對以色列人我都有很多好好嘅以色列朋友。咁我唔覺得佢即係以色列裏邊都係有好多關係嘅，應該要分開。係啊係啊，你講啱。喺佢當年冇錯冇錯。但係咧，我會覺得咧，兩個民族咧個互相投射嘅傳媒咧都扮演個角色。係。嚇！好複雜嘅，而家其實嗰種問題，即係好多裏邊有好多派系啊，又係又。即係我希望你哋有機會去下咯，去下耶路撒冷。係啦。其實我想問咧，我本身我想做戰地記者，但係我點樣嘅角色？咪抽你加入呢個中，我語文真係唔。誒，普通話得唔得啊？加入中央電視台，好似個史海維咁樣。誒，你一陣間攞阿張翔嘅電話，咪跟隨佢，做佢個保鏢。語文科係啊，要好先讀得噶嘛。啊，係喎，你哋可能好有興趣我點維生係嘛？係咯，因為周圍飛咁點維生咧？你都係傻啊！你都人哋十萬蚊一個 trip 啊！我唔使㗎，我一二萬嘅人，你十萬回一二萬啦。美金定港紙啊？係啊，你講係咯。呢位啊，其實呢個財國家反美咧，咪留嗰啲反美一假借反美為實，搞獨裁政治嗰啲，即係假借反美伊斯蘭為名，借獨搞獨裁為實，好似伊朗咁。假借反美，一邊反美，一邊同美國做生意，係咪好多啲國家都係咁㗎？咁啊，伊朗冇同美國做生意。喂，我會覺得咁當然啦，你反美，即係我會覺得咁啊，即係其實嗰個叫做咧恐懼政治學，即係話咧佢要即係借反美轉移國內獨裁嘅視線，要保守佢政權咧，佢會即係點啊？我借勢到啲敵人啦，會係啊係，即係會製造好多嘅恐懼，即係咧令到佢啲人民就話即係話去合理化，即係合理化佢哋，即係話美國最中意啊！係啊係啊，合理化，即係話你諗緊，即係就算啲獨裁政府都係用一啲用恐懼好多嚟到去合理化佢嘅政策，即係我舉個例子，即係譬如話穆巴拉克以前都是的，即是說如果他不是這樣做，即是說你民主呢就會令到呢有很多伊斯蘭主義者又會有機會乘機出來，諸如此類，又會很多這些這樣的言論咯。
咁啊而。